大家好，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这次要介绍的是守墓牌组，这是一副以王家长面骨为核心在运作的牌组。由于长面骨对于墓地有很强的压制力，所以这副牌组在有些时候是可以打败环境主流的。今天就来介绍这副拥有强势场地效果的牌组吧。首先是这副牌组的优点，在王家长面骨和异能者的互相掩护下，对方将难以破坏我方阵型。另外，下级怪兽配合场地卡也可以打出优秀战术，对方无法轻松应付。接着是这副牌组的缺点，刚刚有提到，这是一副非常依赖场地卡的牌组，可以利用卡牌除外效果将场地卡直接除外，以及这副牌组的进攻手段相当单纯，且先少拆除后台的手段，因此可以使用攻宣坑来赚取大量优势。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守墓的下怪部分，除了灵术师之外，其他都是依照个人喜好所搭配。侦察者跟墨翼算是我觉得比较百搭的卡牌。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张卡牌。首先是守墓的灵术师，这张卡可以说是守墓牌组目前最重要的卡牌。只要场上有长面骨，就可以轻松叫出异能者，直接省掉一张融合魔法卡。接着是守墓的侦察者，他的反转效果是相当优秀的特召效果，这样的条件几乎也可以特召所有的守墓下怪了。接着是守墓的墨翼，这是非常泛用的卡牌破坏效果，也是少数能够扫除对方后台威胁的手段。再来是魔法卡的部分，首先是尼克罗巴雷的宝座，它的两个效果都相当优秀，可以适当的弥补牌组运作缓慢的缺点。接着是这副牌组的最核心卡牌，王家长面骨尼克罗巴雷。这张场地卡对于墓地有着绝佳的压制力，使得它也是一张强力单卡，广泛配置于不同的牌组中。虽然对墓地有许多限制，但守墓牌组的效果多半不受长面骨的影响，甚至能获得额外的效果。接着是这副牌组的王牌怪兽，守墓的异能者。它的效果一在配合长面骨提供的 buff， 攻击力可以轻松达到3000以上，让许多怪兽无法在战斗上赢过它。它的效果二则是同时保护自己和长面骨，令对方只能用除外方式来应对。它的效果三是中规中矩的卡牌检索效果，可以在大怪定场的同时慢慢拉开资源差距。接着是选搭卡牌的部分，首先是控制系的强力陷阱卡，像是恶魔锁链、无底陷坑等等可以干扰对方展开的卡牌都是不错的选择。接着是其他守墓系列的卡牌，我个人是首推守墓的翻兵。再来就是其他抓场地卡上场的方法，目前我们在 Duolinks 当中还无法获得星球改造，所以这张中烟之地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有以上分析，我们大概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接着是核心卡牌的获取管道，目前守墓牌组的全系列卡牌都可以在主要卡盒第23盒获得，而长面骨除了在主要卡盒第23盒之外，也可以在精选卡盒第二大盒抽到。接着是这副牌组的未来展望，守墓的司令官让这副牌组可以再多一种检索长面骨的办法，不过和其他牌组相比，守墓牌组的节奏还是有些偏慢。接着是推荐技能的部分，个人最推荐的就是牌组平衡，开局高几率有长面骨，而且也至少有一张陷阱卡，如果是控制系的陷阱卡就可以拖延对方节奏。另一个技能是守墓的命运，虽然能抽守墓卡牌，但似乎无法抽到长面骨，如果使用这个技能就需要不同的牌组架构。接着是常见的打法，这副牌组也是要拼先攻压制的类型，首先发动王家长面骨，接着召唤守墓的灵术师，并使用它的效果融合召唤出守墓的异能者，最后盖下强力陷阱结束这回合。在这样的阵型下，对手就必须使用因果切断或是宇宙旋风这类拥有卡牌除外能力的卡牌才可以主动拆除阵型，在后续的回合就让异能者领军击败对手，拿下胜利。
有些时候对手看到场地卡就会直接投降了。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
我的影片的朋友们，欢迎订阅并按下小铃铛，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上片通知哦。